第一个是张张爱玲，没错。张爱玲谁？他写了《滚滚红尘》《红玫瑰》《白玫瑰》，你上网去找他的文章，真的他的好，我就考你一句话，这句话你如果能够改张爱玲的一个字，1000块，张爱玲有带。好，问苍天，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阿莲娘，这股力量盖掉。同学，等一下你们投票，如果他改的比张爱玲好，我就给他1000块。张爱玲是谁我都不知道。没关系，以后你就知道他哦。他的文章好到叫三毛这个大作家都把他拿来用，结果没有想到，他遇到他先生没有扶起来，他的忧郁症又发作了。还好辅仁大学那个中文系喜欢他的教学，给他在那边教书。问题来了，他教书的时候他的忧郁症又发作了，拿着碟仙在那边玩碟仙。同学，没有人看过玩碟仙，很厉害哦，那个碟仙这样玩哦，他用那个结果等一下那个西班牙的神父过来，那个辅仁大学里面有宗教系，那个辅仁的系主任就是西班牙人，他说三毛不要玩，你刚才那个对话，对方不是你先生，是鬼魔，你完全是灵魂出窍，跟鬼在讲话，满口鬼话。哦，三毛讲这，从此他就不敢玩。他的忧郁症让他有幻听、幻嗅、幻视，所以他的行为模式跟我们小国小的学生跟国中很多玩碟仙玩到灵魂出窍，有没有？就是打第九打，肌肉僵硬，喘不过气来。那个叫做 hysteria reaction， 歇斯底里的 conversion reaction， 我们医学上的一种精神状态。那个状态是不要紧的，赶快给他安魂剂、安宁剂，给他睡觉，他就好了。不然的话，他会很严重哦。那种 conversion 啊，转化型的歇斯底里会让，特别是女生，所以女生的感情有时候太脆弱，动不动的完挑起那个神经。有一个女生已经订婚了，啊，偏偏路上看到她的未婚夫啊，手挽着一个林志玲姐姐那种美女像走过去，就在那一刹那哦，那个女生瞎眼，瞎眼当然要送龙总啊，台中的中山、中国、台大或者张基啊，眼睛再怎么样都没有事，可是就是瞎眼。没有想到两年后，当然他已经退婚了，两年后听到这个本来是未婚夫的手挽着的那个志玲姐姐车祸死掉，那一刹那他眼睛就好好起来了，那个叫做歇斯底里的转化症候群。精神压力可以这么严重，所以你们不要小看他。一个人的忧郁症也可以让人失态到像龙君儿，龙君儿怎么样，他去天武委托行，高级的委托行，去把那拿东西放在包包，就没有结账，走出去，小姐，你跟我干嘛？啊，你没有结账，东西都在包包里面，因为我老板你可以，两家两批天武派出所，天武派出所，龙俊文哭啊，他跟我冤枉，如果我有跟他偷东西，天打雷劈，打开窗户，不风开了，不雷公信了。可是打开包包，东西都在。哪呢？移送法办。还好他台大跟荣总忧郁症的病例这么厚，最后法官、检察官上诉我，法官驳回，无罪。美国不是有一个女星吗？去衣服啊，把人家穿了就出去，那个后来无罪，因为忧郁症，他的幻听、幻嗅、幻视，严重的时候真的就是重症忧郁症，他做的行为不好。龙君儿。他的先生，他的前夫啊，就是商业周刊的董事长金维纯啊，我不讲他的名字也不行，因为这是事实啊。金维纯到中国那边包二奶啊，开中国的希望小学，让中国的二奶都有希望。自己的太太在台湾守寡，这看见吗？动没掉那种难过、忧郁症，就让他怎么样转化，转化成为隐藏式的忧郁症 ，mask depression，mask 就是戴个面具，一个人戴了面具，那个人就跟本来人不一样。他的 mask depression 跟三毛一样会变成双极性，飙的时候，他是一个摄影记者，他就会带着摄影机跟三毛两个人后来跑去哭长江跑黄河，因为他的文采都很好。可是龙俊还去爬那个尼泊尔高山的，尼泊尔高山你要背个氧气筒，这么强，龙俊的氧气筒风一半就没有了，狼难衰，见不化形菜龟，
起婚叫替人背，坐椅啊也着火，挖山山崩，挖壁壁倒，挖枝条死枝母，挖大兄死大嫂。你看人衰有够衰哦，真正衰。结果龙金娥昏倒，从人家从尼泊尔高山把他扛回来，哎呦，居然醒过来，后来回台湾。那个先生给他的伤害，临场式的忧郁症，但他做出来的行为简直丢人现眼。当然后来是判离婚了，而且是被先生判了他离婚，可恶！就像古时候的中国人还有犹太人，他们可以休妻，你只要休书写出来，就那个太太就不见了。好像蒋介石的，蒋介石那个要给第四任的太太陈洁如啊，要把他休掉，就是公开把毛太夫人。陈洁如等等都一个文章，然后娶宋美龄，因为宋美龄比较妖娇啊，哦，说你一定要怎么样，照法律要处理好啊，他也照这样处理啊，都不必人家同意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啊。让你知道说，我们人得到忧郁症不搞，三毛，他又刚好到了更年期，子宫肌瘤一直流血，流血不停，只好怎么样，去开刀，在荣总呢。台北荣总呢，大开刀把子宫拿掉，他的妈妈去陪他，可是这个女儿不受教，从小就不受教，妈妈管不了。他的本名三毛叫陈平，他常常呼喊陈平，我的陈平，换不回我的陈平，就可怜的了。想到一张，以前还写文章太好，好的被老师说他作弊抄袭文章。他的文章是好的，老师不承认那是他写的，作弊很丢脸，见小以前不去学校，爸爸妈妈都不知道，等到退学了通知，哈，当律师的爸爸在讲，这早点一个退了，凉了，怎么办？凉拌，他才不行。他说好，你们跟老师串通，都说我作弊，我就不去读。你哪个地方看到是有另外？结果他就是自己在高雄租房子。写文章、投稿、赚钱、付房租跟生活费用，这个孩子实在有够 tough， 就年到了，就搞来了，所以爸爸妈妈管不了他，你也不想，你也别想管他，人家他是一个好女孩子，文章好到让人家不能说他是他做的这么好，你想想看，结果呢，被冤枉的生命一直呼喊陈平，我的陈平，换不回我的陈平，到了更年期又发作了。